的东西来的。大哥，我们拖一下好了，我们稍微退快一点就好了。对对对，稍微稍微退下一点，稍微跟这样差几个距离，你再停止就好了。我们稍微退快一点，我们这样可以接。对对，我们知道，对对对，好。我们稍微小心点，对，那你那个，你保护好，不要让他回到。稍微让一下哈，给记者拍哈。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上去低一点啊！可以。加油！谢谢。加油！加油！加油！我讲速度，对啊。很讲速度，好。拜托。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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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来，掉过。走到底！哎，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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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人走开！小左，走开！到人家了啦！前面的走开了！前面的走开了！没人护什么啦？前面的走开了！低头低头！没人在护什么啦？前面的，来，记者朋友们，往前一点，往上。不够，纯自然坐一点吗？要可以吗？没有，我们这样会塞点边，他们每天晚上在旁边。来，潘水手机放下来，潘水手机放下来，好，手机放下，好。哎，不好意思，大姐，你的手机手机放下来，来帮我们里长推一点，来里长推一点。那个先谢谢我们韩国瑜市长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大安区的母亲节的音乐会。那谢谢韩市长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哈，给志强送上温暖。那市长其实一直就是个很温暖的人哈。那在这场选战，我也拜访过市长，市长给我很多的指导。我永远记得那句话哈，就是做人员，做事方。得道多助啊！那后来坦白讲，就是照着这个市长给我的这个原则，那也请了很多好朋友帮忙。刚开始其实还蛮辛苦的，到后来来的好朋友多了以后，就发现说，哎，很多的局面开始改变。再次感谢市长，在志强最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对，我非常高兴今天来到台北市大安区，帮我们罗志强，准立委来打气加油。那看到整个中华民国的发展，大环境、中环境跟小环境都需要罗志强。大环境就知道，在所有这个地缘政治的博弈之中，台湾事实上未来是非常压力大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需要一个优质的立法委员来面对国政、处理国政，甚至来引领国政。立法委员不光是监督行政院，事实上很多地方可以引领的国政的方向，罗志强绝对会是一个称职的立委。从中环境来看，台北就是台湾，台湾就是台北，台北市是全台湾最重要最亮的一张名片。有一个优质的立法委员能够帮整个台北市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争取福利，大力建设，对台北市民来说是非常重要。
罗志强担任这样子一个角色，作为台北市的一个权力跟福利的争取者，一定能够胜任的非常成功。第三，小环境，大安区是台北市最重要的文教区，居民素质非常的高，我们能够支持一个自己的立法委员，智勇双全，勇敢坚毅，我相信罗志强一定能够让大安区的所有父老兄弟姐妹觉得满意，也为他来拉票，为他来帮助。罗志强从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来看，都会是一位最棒的立法委员，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谢谢大家。好，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今天最重要，在我心中就是罗志强，好吧？谢谢啊。那你怎么会觉得得到了道歉吗？脸书会写是吗？有可能摸出来，我的位置啊，你的位置上面对，我知道了。